梳子悄然梳，戴上去，挑过来，还过来，然后这梳啊，收紧这个田，收紧，啊，戴上去，折过来，再折，再方折，戴上去，然后这边挑起来，记得戴起来，要写这个点，点了以后，这就写这个撇，有点搭住啊，左右有点粘住，让它紧凑一点。搭住不粘死，哎，我所谓搭住就是笔画有点搭住，但是不能粘死，粘到自己笔画都看不出来。好，梳子梳盖很大，这个纸就很小，然后很小，它要把写的非常的紧凑。梳子悄然，这悄啊有点分量哈，敲，哦，这边很厚实，然后带起来以后撇，然后再从这边受硬的。勾起来，流动，再折，再折，跳上去，再滑动下来。那这个有点带起来的动作，是为了接这个笔画，再撇过来，悄然的巧。